大家好，今天呢，以187元人民币的价格，在香港住一晚酒店。这家酒店名称是悦品酒店，位置呢在荃湾，是使用了美团香港的优惠券，减了200多块钱，再加上其他一些折扣，最后是187元人民币。187元人民币呢？如果要是去选择一些民宿青旅的话，可能都选择不了。然后这边是床，整个酒店非常简洁，非常干净，空间是非常大。这个价格的能住到这么好的酒店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厕所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，这边干湿分离。这边是浴室，